那这个时候，让我们以最热烈、最热烈的掌声、尖叫声，欢迎我们的 Qzen 巧尖精！掌声、尖叫声不要停！耶！欢迎巧尖精带我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。所有金河广场要先打个招呼，好吧？好，一二三 ，Q Generation， 我们是 Q Day 小千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k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oann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an。Yeah， 谢谢各位，你们的掌声、尖叫声在哪里啊？刚刚你们在后台有没有听到他们很热情的这个掌声欢呼声呢？有什么特别？因为毕竟你们出了在贺岁专辑已经好多张了，哦，不对。原始我们的资深艺人，我们的 Mariah 第十二年了。还好你没有叫我老什么？我叫你老，我自己不好意思。老前辈哦。老前辈。我一定要 feel proud。没有嘞，哎，你出道十二年了，这么久哈，都还没有过十八岁，我怎么敢说你老呢？这也是啊哈。这也是，讨厌，你看多讨厌啊！这个小美眉多讨厌啊！没有啦，其实我们真的迈入第十二年了，对，好春风。这张专辑呢，真的是很丰富。是，我这边用一个字形容，就是很丰富。很丰富。就是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很多遍，可是就永远看不腻这样。看不腻。因为它就是有不同的风格。是。好像第一首我们的主打歌曲，就是比较快，然后比较活泼，然后是我们的服装是量身打造。真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《十二生肖庆丰年》，是一首 rap 的歌曲。你们最害怕的歌。对啊，然后要超累的，还要唱跳。哈哈哈，因为 rap 要跳，然后最紧张的一首歌。对，所以还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首专辑。没错，你看我们的巧青青每一次的这个贺岁专辑的准备哈，都是下足功夫的。因为除了歌曲好听之外，服装啊、造型啊等等的 MV 拍摄都是非常用心的。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当然是在我们春风得意的 DVD 可以看到哈。我们现场也是很受欢迎了，所以现场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们呢，过年呢一定要听贺岁专辑，对不对？虽然现在圣诞节还没到，但是我们已经为了我们贺岁专辑啊，要全马跑透透了，对不对？开始了哈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《新年快乐》，没错。老师就是公司给我们特别一人编排一首歌曲的舞蹈这样子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刚刚这个春风得意这个主打歌曲呢，就是 Louis 老师给我们编排。那接下来我们带这首新年快乐呢，是我编排的。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
恭喜。Bye.
邀请我们的这一个 EKIS 艺术走廊的学小的哪不完了，你们先放在台上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实在太热情。